吃油炸的食物对身体很不好哎。好，我要黑胡椒口味的。好，等一下哦。好。我已经很久没有买了。多少？谢谢。哇，只是一点点的话，那应该没关系吧？我带回来一大堆东西哦。啊，不是，我们可以帮你整理啊。好啊，好啊。哎，你肚子饿在吃东西哦。哎，对啊。本来啊是想买炸薯条的，可是想到上次博士跟我们说油炸食物对身体很不好，所以就放弃了，改买洋芋片。啊，我的香蕉薯。啊，我看啊你是忘了你上次吃那个油炸的东西结果怎么样啊？我看是上次那个豆豆不够大颗 ，swing 才不怕吧？哎呦，不是啊，不是啊，只是油炸的食物真的很好吃嘛。你不知道我刚刚经过那摊子的时候挣扎多久？哦，这油炸食物的香味真
太迷人了。哦，油炸食物有够香哦。就是啊。对，博士。啊？到底为什么油炸食物会这么香，让人忍不住想要吃啊？哦，因为油炸的高温会让食物里面的淀粉跟那个蛋白质呢产生化学变化。那经过高温氧化后呢，这会产生多环芳香结构的化合物，就跟烤肉一样的香啊。哦。这些资料呢，请你按照日期帮我整理一下，我要建档哦。嗯，好。博士，这是新口味，很好吃，要不要试试看啊？不要。洋芋片呢也不要吃太多，因为它也是油炸的，里面的热量也是高得吓人哦。啊，不是，你的意思是说洋芋片的热量很高哦？是啊，薯条也一样啊。啊，可是这么小小的一片，应该还好吧？哦 ，no， 你们不要小看这些食物的热量哦，因为马铃薯你把它切碎以后呢，放到高温里面油锅去炸。那里面的水分很快就会蒸发掉啊！哦，那蒸发后怎样啊？那高温的油呢，就会进到薯条里面啊，最后那个薯条里面的所有的水分呢，都会被油所取代啊！你们想想看，一公克的油就有九大卡，再加上呢那些调味料，想想看，那热量多吓人啊！哦，洋芋片呢跟薯条都是经过高温油炸的，里面都是油啊，还是少数微妙 ，understand？Understand。那我还是不要吃好了。可是吃起来不会很油啊。嗯，马铃薯里面所有的水分都被油给代替了。啊，好难想象哦。不行，小嘴就要有追根究底的精神。我已经知道为什么。博士。哎，什么事啊？有问题吗？啊，不是啊，不是，我是想问你有没有什么仪器可以测量这个洋芋片或是薯条里面到底含有多少油啊？当然有啊。哎，真的吗？哎，博士啊，可不可以借我一下？我想测量哎。这种仪器我现在这里没有啊。啊，那哪里才有啊？哎，博士，你赶快告诉我们啊！我想看了，拜托拜托。不是，哎呀，好了，真哪能没有办法？我来找找看哪个名片放在那里哈。我就知道不是最好的一片放我们。当然啦，不是交友广阔，马上就可以找到专家的啦。会影响检测的结果，所以我们要先将食物放进烘箱里进行干燥处理，去除所有水分。
接着再利用盐钵把脱水后的食物磨成粉末，这样待会进行检测时才能完整的把食物中的脂肪抽离出来哦。徐玄雅蓉，这两盘就是我们要用来油脂萃取的样品。这个是生的马铃薯，经过脱水干燥然后再把它磨细的。这个呢是油炸过的马铃薯，经过脱水干燥磨细，用这个干燥过脱水的样品来进行油脂的萃取。首先呢是把这个称大概一克左右的样品，一克，然后放在滤纸上面，用滤纸把它包起来，包起，然后呢把它放到这个专用的滤纸桶里头，滤纸桶，再用棉花塞在上面，再把这个滤纸桶放到这个专用的萃取桶里头，萃取器，然后放上接上这个接收瓶，接收瓶，再把它固定起来。接下来呢，我们就是要把这个有机溶剂，用来萃取油脂的有机溶剂倒进来。我们现在用的是乙醚，乙醚，注意看哦。它一定要超过它的高度，滤纸桶的高度。赖教授说，薯条中的油脂会被有机溶剂萃取出来，和有机溶剂一同回流到接收瓶中。有机溶剂会再被蒸发，经过冷凝管冷凝后，再滴入抽屉器中。这样的循环萃取需要16个小时。最后去除剩余的有机溶剂后，再把接收瓶拿去称重干燥，就可以知道薯条中的油脂含量咯。好，徐玄雅蓉，我们来看检测的结果咯。从这个图里头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出来马铃薯跟炸薯条它们油脂含量的差异了。马铃薯只占了0.3%，可是炸薯条却占了13.2%，哎，差好多哦。对呀，因为马铃薯本来就没有什么油脂，可是经过油炸的过程里头，这个薯条呢会去吸油，所以它的油脂含量呢就快速的上升了。哦，你们喜欢吃洋芋片吧？嗯的。看看洋芋片的油脂含量有多少啊？炸薯条是13.2%啊，可是洋芋片却有38.6%，哎，差好多哦。对啊，对啊，很可怕吧？我看来博士说的对，这里面大部分都是油。啊，如果再吃下去，你会变，不会，你会变胖啊！我以后再也不敢吃了。对啊，而且还会长痘痘哦。好好，我知道了。其实长痘痘还是小事呢，因为如果你吃太多的高油脂含量的食物的话，其实很容易引起一些免疫系统的疾病和心血管的疾病。哦。然后在目前的动物实验里头也证实了，回锅油里头其实含有很多的对人体有害的物质，它会使你的过敏反应发生。